秦如玉，叫秦神主，自己觉得叫做神主啊，要称为神主。玉神主、秦神主哈、心神主，第四个官神主。叫如意主哈，好，那我们讲，他如意是如意主的，你如果这个四正行动功用完了之后呢，你下面要怎样？这个是观念，你要先试念，然后第二个是正行，试念完了之后你要试如意，什么叫试神主？第一个，你欲的时候呢，你要如意的欲，不能有贪欲的欲。如意的欲就是我很自在的欲，在欲里头有没有贪婪？没有贪婪，而且我该得该得该那个，我不会生恶念。这个欲里头都是善念的欲，所以呢，他已经没有恶念的欲在。好，这个欲的时候，他的啊情啊，这个情神主，欲也神主，情也神，这是自在的意思。我可以如意的达到，我欲望可以很自在的拿到了，因为我修行够了，所以我可以在恶念中，所以我欲会就圆满足自己。然后情也神主，四正行也已经达到了圆满。心呢也神主，心也已经慢慢的调整，调整到一个如意的境界，所以啊，观察这个什么，是不是也达到了如意的境界？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，就达到四种神主的四种如意，都能达到比较高的圆满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四念就完成之后，接着就要讲五根。五根就是说，第一个比较是什么根？修行佛法的性根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叫精进根。第三个根念根，你的念里头的这根要扎得紧，定要根，还有你的慧要根，这是五根。好，五根哪五根？因为我们除了这个地由四念住、四正行到四如意足的时候，第二点就是信，相信你可以成佛，相信你未来是个佛，你那个信的根要很具足。好，然后呢，精进的根，你每天都要精进，每日每秒都要精进，那个精进根永远不失，根就给进作条，根啊，根本进入假灾啊。念，我念有很纯的，没有恶念的纯，我要很亮，很深根的地步。那念头，哪个铁金要迷惑？铁三明家讲第几千万、第几十亿万要做，头家我连做无想要做，那个不会被他打垮，念根不会。要达到那个修到这个境界，要念根具足，定根呢，就是看到很多东西都不会乱，定根也具足，很强。那个禅定下去，有时候很定哈，慧根又智慧又很高，他不会看那个什么东西对跟不对，愚痴不愚痴，他马上都判断出来，他不会那边迷惑，我是前进对还是我退后对，还是我该这个还是、那個，他不会的。或者这个或者那个里头啊，见货跟失货你都在打滚啊。今天那个陈维腾跟我聊天，我在讲那个失货，我该这样做还这样做，失货的一种，他说为了欲而产生失货嘛，这很正常啊。但慧根到你境界的话，连那个货都没有，他境界都蛮高，他可以随自然而然而不打妄想啊。我们会、啊、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，那个叫做妄想之业，那也是在下那个无名种的妄想，他会出来干扰我们。那我一整要想找一个正确路啊，啊，这个是很正常，都不止啊。你到了七十岁也会这样，九十也会这样，还一直在烦恼是永远不断的哈、哦。所以这个就是修行要养五根，让它定住，那产生慧根出来。啊，五根这最有五力啊，什么力？有根的这就产生什么性的力量。第一个信的力量，还有第二个什么力量？精进的力量。啊，第三什么力量？念的力量，念力。还有呢，定力。还有什么慧力？都是力量，由根而产生的 power。那个由你有这个根，有嗲，你发出来的必 power 嘛。所以你的那个信根的话，你发出来那个信力量，就说我一定可以成佛嘛，我可以成先求成菩萨嘛。我可以得到清净嘛，六根清净嘛，那个信力你够的时候，你泡就够了。你是这根不搞，你就有害啊！我修行人家地方地啊，还有失货啊，还有见货啊，那些在干扰我们啊。精进力、念力的时候是具足的，然后呢，
这个定力是很够的，而慧力呢就产生智慧力量，那时候你就从五跟六大的五力。那五跟五力之后呢，那有一个叫做七觉支，进一步就修七觉支哈。那哪七觉支哦？第一个舍法觉支，你选择的法要能够选择的法很正确，舍法觉支。第二个叫什么？舍支精进觉支。第三个叫喜觉支，第四个叫清安觉支，第五个叫念觉支，第六个叫什么？定觉支，第七个叫什么？行舍觉支。那这结界把它称为叫菩提分，另外的名称叫做菩提分，叫七菩提。好，七菩提分，就是这个你的菩提种，你的觉悟的菩提种的话呢，你一定要去往你觉悟的路线去发展，不是往那个追求灵感的啦，追求神通的啦，追求怎么样我的地位呀、啊，我怎样，不是往那边追求，要追求觉醒的，所以它有分为七个支，就是第一个择法，要选择那个可以开你智慧的、能觉悟的路来走，你不要走那个。好像学那个神通的路啊，学那个什么哦，那些路，那些都不是真的你要修行的，所以要择法要正确，要觉悟的路来走。第二个精进的东西要精进到修行为觉悟的东西，你才爱修行。精进在那里，不要精进到别的地方，人精进在于武功啊，或者精进在于那些哪些啊技艺啊、巧合毛笔啊、墨墨啊，那些都不是真正的觉悟者。好，毛笔写的再好也会死掉啊，有没有开悟也不一定开悟啊，学问再好也会完蛋啊。也会走犯罪恶啊，那都不叫做觉悟，精进要在觉知里头，都要喜要觉知，欢喜，但觉悟之后产生欢喜，能够慈悲喜舍，啊，能够因为这个觉悟一出来的话，其实你是贫道哈，安贫乐道你都高兴，其实你吃了很少的暂时的安民都快乐，因为你的觉悟中在喜觉知，第四个清安，你在禅定中达到身体很清安很自在。清安觉知，这是在禅坐中就会感到的啊。好，念觉知，好，连念里头都是觉悟的，没有一点离开觉悟的念觉知。这个定觉知，所以在定心里头找到你觉悟的觉性啊。然后呢，行舍觉知，这个行舍觉知哈，就是你的修行跟喜舍，慈悲喜舍嘛。这个有喜跟舍，还有行舍，都这个慈悲行舍都做够了哈。喜觉知跟行舍觉知哈。那你这个的话，这个觉知要把它叫做七菩提分，好，从这边修，升七大品，好，最后八正道，八正道大家都知道嘛，正什么？是正见，思维要很正的，是想法。第二个正什么？思维想的东西一定要正，不能想到不对的地方。第三个正什么？要正语，讲话的语言要很正。第四个呢，正业。我们昨天去给他参加人家的喜事，我觉得老师是参加人家那个周国良的那个喜事。周国良52岁，他娶了老婆48岁，他也是单身汉，他老婆也单身，他刚好52娶到48的啊。他一年前还找我，他说老师我有没有可能会娶老婆？我给他算一算，说你两年内有个机会要娶老婆，两年过了之后你有没有把握？你就这一辈子不会娶老婆，因为你年龄过了，机会过，但有最后一次机会。结果我一年前跟他讲说，他临时要打电话，老师我要结婚了，你要来，我人都去报道了。结果说他不收红包了。结果我们去一个桌子，你说我旁边那个是师傅啊，出家师傅的。他说他，什么什么，东吴大学毕业之后呢，后来去出家修行，当什么官校，陆军官校，后来又离开官校去修行了，修行之后修行30几年了，啊，我旁边也是啊，我跟他聊天，聊密宗啊，聊道啊，他都能够接受，都是可以去的嘛。那他一个同学是一个叫做博士，叫做新博士，啊，那我不要再等，然后他的。嘴巴里面就是骂人家的、偏激的、傲慢的，还有讲这个女孩子的性物的、器官的，嘴巴讲的都是啥，都不是正言，思维角度很乱。那可见呢，修他已经是博士啊，可是博士没有用啊，
因为在基本的讲话里头都是这样很难听。那我太太在我那个我们师姐在旁边听着都受不了，都不会，所以我没有懒静之别。那个静啊，跟清静跟懒啊，我没有别，我是没有差别。我就跟他讲说，你是高级幽默啊，他很爽的。他因为他的演讲都已经变成习惯了啊，人家都巴结他，他博士嘛，傲慢的很啊，啊讲话很偏激啊，好像都要把台湾人都台湾人傻瓜，听见台湾人都骗人家傻瓜住外省人嘛，他讲话非常偏激啊，可见呢一个人修为不够的话就差着，他那个出家人就一直在应付他，应付他啊啊，那出家人跟我讲话，我跟他讲说，你认为修行怎么样，戒律怎样？他说他有用那个中药酒。他来找他，他用中药酒给他喝。我说不是不能喝酒吗？他说其实戒律是要求自己跟要求众生呐。啊，戒律如果你达到那个境界啊，戒律是不需要那么的固牢而不可破了，把它当做一个警惕自我了。啊，有时候我中药酒他来，我就给他喝啊，啊，然后他就很快乐啊，这是因为他的同学啊，那个新博士啊。那跟我聊天讲，好吧，我跟他讲说那个密宗的事情，就我曾经到那个格瓦巴，那个时候密宗白教格瓦巴，我曾经有一次看那个电视，然后神就飞到那边去朝拜他，他那是真的，他那个出家人跟他讲，你是真的，因为众境界是真的，因为你这个格瓦巴白教的那个密宗，这有这个法力，你邻居只要是你根基好，你才会见到他。然后我就见到他之后呢，很多朋友说你赶快跪下去，有什么求他，他会跟你讲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？他讲说，等到你的喇叭或人品出现的时候，就是你道场要开始的时候。就后来印证是一样的，是正确的。所以那叫格瓦巴。我说我曾经看陈以安的儿子放那个录影带，刚好格瓦巴刚好经过什么从西藏跑到那个尼泊尔被关起来的时候，然后放那个录影带，我看到他，我神就飞过去了。然后我看完了，我就电子关起来要睡觉的时候，一神就飞过去那边了。他跟我印证说，你这是真缺万缺，因为这个他的神通力到这个境界。他说他真的，因为他说他拜的是第十六代的，就是格瓦巴是第十七代华宝王，他拜第十六代老的时候他拜他，后来他就转世了，他要去找到他。他说他真的法力不得了，他修为真的是不可思议的。他说你能够到这种境界是有根基，可以跟他朝拜，然后他可以，这是真缺万缺，没有错。我们也聊这个啊，那我们就看到那个博士嘴巴讲的都是脏话，哈，都是很脏的话。你看，正语正业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哦，修行不在学识哦，在于根基啊。然后再我们再看下去，正命。第二个什么命？第二个是正精进。第七个正念，第八个正什么？正定。好，我们的思维上，我们的看法要很正确。你修行，你的见解对不对？如果你见解正确的话，你就找到名师。名师所讲的一直叫修为，了脱生死，讲觉性的东西，所以一定要正确的思想。所以正解要叫见解。第二个，你的想法对不对？你是在修为是在哪边下手？如果说在于你学问下手不对，在于你好像这个什么，在于你什么长生不老肉体下手不对，这都不是正确的。像我有一个气功师都在嘛，肉体长生不死的，我都没有那么一回事，跟他辩我都没有，就正思维那错误思维。所以我们是修那个无形的灵光，宾主要分修那个宾为呢？宾为肉体，主为元神啊，所以要宾主要有所分啊。正思维，正语讲的语言一定要很正确，不能拿讲那些杂七杂八的会言会语。第二，正业，你走的事业一定要干净，杀生的好不好？屠宰的好不好？不好。你要做那个妓女业的好不好？不好。不好的行业不要动，宁愿我不要赚这些钱，我要正业。当老师好不好？好哦，这小学老师好，对不对？这好的，我们来做都是正确的，因为你行业一群都不对啊，你就误人又误己，业力就倒了，因为到了正业，正命。好，你这个命的话呢，就是来自于命的话，就是我们的肉体啊。好，你这个要做正确的这个生命哦的那个去做正确的路，不要去走那个邪命，
邪命就是说骗人啊、害人啊这些啊，或者用身体啊去赚卖身体的，赚卖人家钱的，那都不是真命，叫邪命哈。然后正精进、正念啊、正定，这些都是八正道。所以我这个佛陀讲的三十道、三十七道，一直在讲三十七道。你看你任何经典，他都会谈到三十七道，讲到三十七菩提分啊。那我刚才讲的，我们修为都离不开这些的这个三十七道品，最起码你要了解，你先对三十七道品要深入。好，可以哈，可以擦掉。Taoist Masters is a manual of Taoist training written in the form of a popular novel. The Taoist Sages 七真史传第一回卷上，连贫困偶失策也。好，咱今麦要讲这个七真书传哈，这个七真书传哈是咱电视与网络弘法节目。道场即在家里，让您透过电视与我们一同修真。弘法节目急需您的赞助，我们的划拨账号是户名陈文宪，邮局代号700-244-1440-06-11010。全真仙宗道场坤元观，弟子桃源县平镇市环南路二段27号6楼，电话03-28-111154。